这首《爱表家爱牙》唱的投入，道出吴整能零工生涯的心声。神似蔡小虎，天生还拥有一副好歌喉。吴整能善用歌唱优势，退休后教学、比赛、评审，样样都来。有时候还有兼评审的工作，所以有时候一天下来，有时候有三四工作都有可能。一天五份工，吴整能丝毫不马虎。像是教唱，他细心指导，开启学员歌唱潜能课程，大受欢迎。自觉有进步，声音唱没有人要听，现在哈。现在别人都可以接受我的声音的。歌唱比赛当评审，他得天天赶场，甚至比上班还忙。但他退休前可以月领7万元，现在呢？现在的收入不会比以前，在退休前的工作的薪水还少，不会。同时间五份工赚的不比上班差，这也显示工作形态的转变。零工经济虽然属于非典型就业模式，但如果善加利用，也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收入。记者龚玉德、詹景成台中采访报道。